大家好，这段是要跟大家说明这个，用那个 BT 软体下载到一些老旧的这个点 torrent 种子档后，要怎么样更换，或者是添加那个额外的追踪者伺服器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篇的这个教学网址贴在 YouTube 的注解这边，点一下就到这个页面，那也可以点一下红色按钮订阅这样。那假设是说你下载大概一年以上的那种老旧的那个点 torrent 的种子档有没有？假设它里面的那个追踪者伺服器嘛，比如说这些嘛，有的很多，有的很少啊，就是这些它里面只要有几个，大概两三个还能用的，通常那种的你都有机会。可以，这个100%完档这样子。好，那假设说里面的那个，比如像这个比较少嘛，它只有一个，那个就是挂掉了嘛。那假设是挂掉的那一种的话，通常你可以试着，参考这一篇，就是说我现在讲的，你可以试着那个自己更换一下它里面那个 track。Service 这个追踪者伺服器或许还能下载这样子，你可以把它自己添加一下那个这个 Trackers 这个追踪者伺服器，然后给它挂个半个小时看看，看还能不能连到一些资源什么的样子。对，那哪里可以找这个有效又能用的这个 Tracker Service 追踪者伺服器？参考一下这一篇，我已经改了。就是说，我现在，我后来找了另外两个比较简单、更简单的方式。那个在这边点一下这边的里面的教学，然后就可以到这个页面来。然后到这个页面，只要点击这一个或者是这一个都可以。那这边的是20个，这边是69个，就是看这里面的教学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底部也有视频，你觉得有点那个看不懂？底部也有视频做解说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用我用这个做范例了，这样子。好了之后就是 Ctrl A、Ctrl C，好，这边都有说明，这里面都有说明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我已经 copy 完成了，复制 copy 完成。然后现在用那个 比特灰星这个做添加范例。我就是随便一个范例啊，就是假设是这一个啦，这个它里面只有一个嘛，然后也挂掉，不能用。那我现在就是要把它更新一下那个追踪的伺服器。第一个动作你要先点暂停，先点停止，这个是不能跑的，你才能停那个更新。你在跑的过程中你不要这样用，你就把它停下来，就点停止这样子。好，停止之后。看你是要点这边的内容，或者是点滑鼠右键，内容都可以。好，再来是这边，就开了这个界面出来。然后接下来上方点到进阶，进阶这一个。好，然后我这边也有说明，你那个界面可以拉高，方便查看。它这个 BC 的这个界面还不错了，它有可以这样子。注意看一下我这个滑鼠的，它有出现上下箭头。你可以像是要把它拉高一点，这样看的比较多，或者是这边把它拉高一点，这样子，或者是那个右下角，它出现一个斜的双箭头，也是可以调整，可以这样调整，你就是调整到你的那个荧幕适合的大小了，这样子，这样会比较好，那个检视跟查看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挂掉就去掉了，滑鼠右键贴上。这样就好了，就是把这边的这个有没有 copy 过来贴在这里这样子，好，就点确定这样子，好，然后第五个步骤就点开始，就是这一个它会变成一个那个浅蓝色这样子，反蓝色这样子，点开始，点开始之后再点到这个 track 这样子，然后它就会开始连了，有了。
好像这个都有在连的样子，好有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试着看一下有没有那个速度，有，哦这样子，好一下就连上，一下就有速度了，是这样，好 OK，先暂停一下，关掉，离开，然后接下来是要用那个 uTorrent 做范例，在哪里？我看看。好，uTorrent 做范例一样，那一样也是这边的那个 copy 一下，好，那这边是点这个，就是你全部的任务下载的任务，然后第一个一样，假设是这个嘛，啊，注意一下它这个颜色比较，比较不容易区分啦。啊，你不要点这边的那个名称，因为你有时候点到两下会重新命名，这样不太好。你点这个条，或是大小这边，哦这边它会有一个那个浅蓝色，非常那个淡蓝色，非常淡的蓝色，你就然后点停止，就是说你这个你要添加这个 check 使这个追踪者伺服器的时候。你要先给它暂停一下，不是暂停了，停止，就是那个任务下载任务停掉这样子。好，OK 之后，就是点这个停止这样子。然后 OK 之后，滑鼠右键属性这个，好，它一开始没有这么，它这个没有办法调啊，它一开始不是这么多啊，这是我后面测试的时候才加的，我记得它。这个任务好像只有两个还三个，全都挂了，全不能用，我忘记了。好，你就把它全部删掉。删掉的时候，滑鼠右键贴上这样。好，滑鼠右键贴上之后，再点确定。好，确定之后，它就会添加这样子，添加在这里。我忘记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测试，才加到这么多了，其实是没有。你就用那个 Ctrl A 有没有？全选之后，它会变那个浅蓝色嘛，然后再按 Delete 删掉这样子。这些基本的操作这一篇有解说啊，只是是说明那个 copy 的部分啊，这样子。好了之后再点那个贴上这样，然后再点确定，那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再来第五个步骤一样。就点一下，变成那个，它是一个很浅的浅蓝色，然后再点这个开始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再点到这个 check 这里，这个标签这里，好，这个是档案的部分啊，然后这个是档案讯息嘛，这个是 check，好，它有连上了这样子，有17个，然后使用者8，总共有176人完档，这样子，一样，一下子速度就上来了。差不多这样子，好，可以，好，这一篇主要就是我前面讲的，就是说针对是那个，先停止一下，那个主要是针对那个挂掉的部分啊，就是你这个，就是你下载到一个种子嘛，怎么奇怪，没什么速度，你就看那下载速度没有什么，然后第一个你的动作就点到 check。啊，你看，假设全部都挂掉，没办法用，那你再参考，我上述的说法，这样子，你就是把它那个，就是滑鼠右键先给它停止一下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停止，然后内容，然后再贴上这样子就好。那个 check 那个 list 在这边呢、啊，就是那个网站，我有两个网站嘛。那里面有介绍两个网站，那个很容易 copy 的，这样子。那或许就是说你更换之后，或许还有机会可以下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段的视频就解读到这，谢谢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视频。